Dio lo vuole. Con chi era ora? Con chi era ora? Che fai da mezz'ora ora? Assieme stavo. Dai ragazzi, che siamo l'ancun. Non ci siamo l'ancun. Ehi, ciao. Ehi, ciao. Tane.来，上主。林北来到咖啡店呢、啊，现场为大家做直播啦！来 ，Jennifer， 刘碧君、谢丽丹、阿峰、邱黑山、金林、金兰，来，门沙沟，门沙沟，那边是什么户口？朋友俱乐部，谢谢大家啦，分享分享啊 ，Daddy 站。当朋友，有黑有米的，当观众，当观众，一起用，笑一下，八倍，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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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来了啊！梁翁，林北卖榴莲，不是卖鱼啊，不是卖鱼啊！郭英华，米小钟，我犀利啊，今天。下午啊，哎，帮我分享，帮我分享。三点了、啊，林北早就来了，提早。林道良 ，Stephanie Chua 来了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两种榴莲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两种榴莲有什么不一样？哦，这个榴莲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榴莲跟那个榴莲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看一下，吃好的榴莲就在这边啦、啊。你们，哎，我讲话听到没有啊？讲话。那、啊、没有了。啊，公维不在啊，公维不变的，公维做直播，所以啊，没有讲话没有办法，所以帮我分享啊 ，Penny， 来朵莱尼来了啊，朵莱尼来了啊，来，俊宏，看戏的多，买的人少啊，来，有没有啊？大家好 ，Jackie， 有用，魏晶，对。所以可以看到啦，不要开玩笑哦。这边的今天的现场还是蛮多人的，你看做工的啊，全部在这边做工，有没有？做工啊，全部在这边做工，不要开玩笑啊！你看，你照我，我照你，你照我，我照你，你照我，我照你。OK， 要分开一米啊，要分开一米啊，有没有？很多什么的，你好，水水。谢谢大家，听不到啊？哈？听不到啊？啊，这样声音还听不到啊？哎，林北很大声了嘞，我很大声了嘞，不可能吧？哎，开到完了，哎，我跟你讲，听不到就是你臭女郎了，哎，你听不到就是你臭女郎了。阳光可乐，你还没有来啊？阳光可乐在哪里？跟你说三点你还没有到，有没有？哎，这边蛮多人了，可乐蛮多人，现场蛮多人的。哎，可乐还没有到没？你不是说要来？来，你看，来来照我照你，所以给你们看了，我们这边啊，今天是现砍现卖，哦，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有没有 ？Steady 啊，有没有？还有再卖一个的，所以大家非常 Steady 啊，他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顾客可以拿到什么呢？榴莲壳，榴莲可以了。Yeah， 所以，哎，我听没有没？这个声音听没有没？有没有啊？来了，可以做生意了，跟你介绍。
榴莲啊，来，喂，现场的朋友，啊，现场的朋友，你看见了，你看见了，现场，你看见了，我看看没有这个背后了，你看，好，你看见了，所以大家知道啊，现在啊，榴莲的季节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很多人外面吃不到好的榴莲，吃不到好的榴莲要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拉队来现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卖榴莲，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啦，因为很多人是冲着我来跟你们拍照，但是买的人只有一个人买，但是不用紧，有的人现在拍谁嘛，对不对？拍谁不用紧，而且我们今天的榴莲有没有？榴莲啊，雄厚的榴莲已经在这边了，你已经找不到更外面的榴莲了，还有多少？现在有的人是什么？有钱吃不到榴莲，对不对？对不对？很多人是不是有钱你吃不到榴莲？不用紧，我们这边榴莲是包来回的。大姐平来了啊！大姐平安，我们认识的朋友太多了，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榴莲哦，你们看是怎么类啦？对不对？400克到430克是39块啊！高地的猫山王，质量是目前是最好的，好不好？所以大家说今天要怎么下单呢？很容易的，还是一样哦。这个的榴莲，这个是马鸡，这个是马鸡啊，马鸡就是这样，我们一盒一盒的，啊，这个就是一盒一盒的。这个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卖，也有卖，所以大家要记住哦，我们这边卖也是卖榴莲哦，而且我们也有马鸡哦，所以我们的三盒，如果你买三盒，猫山王是148，啊啊，加三盒糯米汁，哎，这个有没有包邮？啊，有没有包送？现在进来拿着走了。哦，这个拿的、啊，这个是现场的、啊，现场三盒啊，三哎那个录音灯在哪里？好，包送啊。我们所有的网络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这边马上订啊，几时送货？下月几时送货？啊，哎，如果住在乌伦的啊，住在三八旺的啊，住在宜春的啊。我们今天就可以送货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可以送货了，所以你今天只要好购买我们的任何一个，但是一包我们要你要付邮费啦，一盒你要付邮费啦。所以每个人说，哎，我们的到底，我这个可以开来吃吗？这个可以开来吃吗？可以吃，可以吃。哪个是猫山王？猫山王，这个啊，来，这个就是猫山王，大家都知道，临别是刚刚开完的。所以要吃好的猫山王就在这边，所以好朋友啊，大家现在看戏的多，买的人少，但是我已经有第一个顾客了，有你看谁睡，有没有？谁睡吗？哎，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人的面前，你看林北第一次这样多人面前吃，哎，吃榴莲，有没有？所以大家都知道，要在多人的面前吃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要多讲。我有10000多人，我有60000个人吃过榴莲，你看现在，哎，现在不简单了。一个人吃榴莲。对了，没有办法，我有六万的。我来不及付了，啊，人家中了，只能不就付了，只能不就付了，你当年何付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猫山王啊，这个是高山的啊，不是跟平地不一样啦，跟大家不一样，你看啊。来。有没有？不是水水哦，不是，今天是87176060，87176060啊，哎，不是水水的，不是水水的，来，不是水水的，所以啊，我们如果靠近这边的人，靠近乌伦的人啊，靠近乌伦的人，我们今天有送货。靠近三八旺的，我们今天有送货，87176060，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林表不好意思，林表还第一次拍摄，拍摄，哎，最高哎，哎，拿路不好，有没有？要证明给大家看，不是水水的，我们这个榴莲。苏嘎，你 any time 开的，你要现场这边拿了走都可以，买了就马上走都可以。所以啊，
所以我觉得一顺有送一顺，一顺有八七幺七六零六零，马上下单，好不好？一盒，好不好？一盒39块，400g到430g，猫山王啊，就是我吃这个啊。哦，如果这个什么产品啊？这个专利人工会，专利工他碰碰会直接上山的。没有啊，那个电话不要打。专利。那个电话是卖鱼的啊，那个卖鱼不一样啊，那个卖鱼的不一样啊。五豆几时送？五豆明天。五豆明天送啊，五豆明天送啊。这一个呢，无人也没有free delivery。无人啊，全部免费，但是一盒要付啊。一盒就要付。哎、一盒要付。一盒要付那个运费啊，一盒的人要付运费啊，8块钱运费，对不对？无人呢？8块钱运费啊。无人一样啊。无人也是一样，你现在过来拿啦。573。你过来无人大牌573，大牌573，你现在来就免费，就是39块，不用付多8块，所以现在已经靠近榴莲的尾巴了。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榴莲是什么？要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高地？高地就是咧滚滚山顶的，唔是山卡的，听有无？你们后港咧？后港明仔，后港的人明仔，好不好？你们马上下单先啦，你们可以选日期啦，87176060，871710100，6060。来。再搞点吧。John Lee，那个号码不要打那个号码，不要写那个号码。0088不算啊。是的。不要打电话，外线嘛，外线啊。8717-6060，马上下单。我们今天的榴莲啊，给大家看一下。你要现场买，我们也包价，包来回。哦，可以，现场的人如果要来到我们的这边买榴莲，也可以，也接受。如果现场要买的人已经开始可以买了啊，可以。有人去买先，唔敢入来啊。来啊，卖榴莲啊！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猫山王，高山猫山王，一盒400g到430g，我们只卖39块。如果送货只买一盒的人，只有八块钱啊。如果买三盒的人是148块，加三盒榴莲糯米汁，好不好？如果单买三盒啊，我们的盒子是1块钱半哦。我们一盒是39块，就是如果三盒3×4=12嘛，对不对？你也可以是买三盒的都可以，你们要买三盒的人都可以，现在马上 WhatsApp。一盒三盒以上就不用邮费，三盒以上就不用邮费。还有网址啊，可以上网。所以我们还可以上网订都可以，上网订啊。哎，这个什么榴莲？这个。好。OK， 如果大家不要吃猫山王，觉得猫山王太浓，但是我们还有一种的，就是德卡就是这个，但是德卡坦白讲，我那边没有试过，那边真的没有试过。但是他刚也要救济了，有没有？我叫啊，大金海，我叫，150就是这样的，猫山王比较便宜哦。德卡，德卡，加塞啦，加啦。可以，三盒啊，39块了，站在上面啊。德卡有没有外面喝的？德卡有没有？好。好，卖榴莲哥。
哦，得卡三十，得卡三十，但是他未水水，未水水的。嗯，因为酒精耶，它很浓，它很黏，它很黏那一种。在马来西亚多罗的海南高山啊。老五，八行八行的，八行的榴莲，八行的榴莲，所以我觉得是在买的呢。哦，这个现在现场买的人，他是穿轻肌肉的，轻肌肉的，买轻了贵了比较早的。哦，这个 online 啊，哎，你好，哎，你在那边喝酒？哎 ，online 啊，我们 online 啊，现在 online 的啊，只有在盒子，啊，只有盒子啊，只有盒子，所以 online 才有啊，现场是整理拿去的、啊，整理拿去的、啊、，online 才有卖盒子，只有盒子而已啊，所以哦。啊、，online 的人才有盒子，来，哎，你可以了。加加这么贵啊？来，榴莲啊，真简单。online 会一盒三十九个，一斤咯，猫山王，看到不？猫山王三十个，三十个，猫山王一斤咯，三十个。猫山王呢？猫山王跟个阿红虾，红虾，红虾啊。啊，红虾是一斤咯，二十二块，一斤咯，二十二块，红虾。红虾无烧香，哦，伊红虾啊，它的种子会比较，得卡，啊，得卡，你看一下，得卡，料啊，你们来这边，哎，完全不一样啊，哎，完全不一样，你看它颜色，可以说完全不颜色，得卡，这是猫山王，这个是猫山王，这个得卡多少个呀？得卡一斤咯，二十二块，得卡二十二块，猫山王一斤咯，三十，哎，三十。可以，现场买比较便宜。对，这边就是现场。好的。柜姐，然后拍子，这边。对了。是啊。你看，我给你看我的本方。好。OK， 我会认出来，你讲，我会认出来。OK。来，所以啊，得卡啊。得卡二十块一斤咯，猫山王一斤咯，三十。我们呢、啊，如果网络订的、啊，网络订的是我们盒子的，现在盒子的，下面在。北京。所以呢、啊，这个如果网络是一盒的，现场买是一粒买，好不好？一粒买。一粒买，哎，猫山王在我家里。猫山王在我家里。对，我觉得猫山王给大家看一下，网络的朋友现在可以开始订单了，好不好？一盒400到430是39块，如果三盒以上就不用送货钱，好不好？8717-6060，来狂。耶？哎？我来。包来回啊，包价啊，包来回啊，包价包来回啊。来，包价，哎，我还是推荐猫山王。你知道我坦白讲啊，我不要骗人家了，以我的口味，我觉得猫山王很凶。啊，我给我吃了，相差很多嘞。我也吧，它整个那个味道啊，散发出来。所以整个就不一样。嗯？大姐，平哥上几条可以？不是啊，一个不是什么，一个不是水水啊，一个是水水光吧，一个是水水光吧。真的，不要你阿咪家。啊。
来，对啊，我睡得非常值得。哎，我就借不了，又借睡掉了。就我那，你看来了，人群来了，人群来了啊！所以大家都给我看，所以马上网络订啊！今天有的送货就送货，今天有的送货就送货啊！来啊，如果嘛，如果无人拿、啊，无人拿、啊，无人就没有得送货。哎，无人今天有送货，今天有送货，今天无人有送货，所以啊，三八万都有，今天可以送。你马上订，马上完事。8717-6060，8717-6060。来，对对，跟讲跟讲，猫山王啊，猫山王，猫山王牌，要一米啊，要一米啊，要一米啊，所以非常叫我们离一米比较好。我觉得，我觉得啦，我坦白讲啦，你阿公阿德卡加猫山王，我还是选择这个。叫相差古力嘞，22块，猫山王是30，相差8块尔嘞。我觉得你一斤咯三粒上加是了，都买3粒相差20几块。我推荐了，我个人推荐猫山王啊。我坦白讲，你要得卡 OK 啦，你要得卡、啊，因为得卡比较浓，因为得卡很浓，它很浓，它就是很浓。但是它味道就没有这样 strong， 一几罐一把，你看它，你 try 好吗？你 try 这个，这个，我们可以现场给人家 try 的，啊，一都是很浓，但是它还也加水不呀？不会，你讲，你 try 一下，没 try， 我们给现场，没你那天来，你讲了，哎，干，哎，这开的。你讲到这啊，等下一就这啊 ，OK 啊，我跟人家现场观众试的啊，来，等下，一米啊，一米。这两位观众，大家都知道，刚才试了那个昂黑的，1公斤只有1公斤20块，22块。好 ，OK 啊，一个观众 ，OK。现在 ，OK 啊，试一下啊，就全部种子很小的啊，就寄啊 ，OK。现在试一下猫山王，一个鸡30块，我们没乱乱做了，来试一下啊。啊，这啊，你们要那鸡脚吗？叶宝物，慢慢吃，这种猫山王真的要享受，因为它整个味道，对不对？它就分发出来就完全把物所想起来，我觉得。我这是个榴莲30块 ，OK 的。我讲你转过来。我不要。今天贵也无少钱，我吃还是猫山王的好，贵多8块啊。好点。是不是？我没有讲变化，我们随便拉了。我就地。来，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所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现场观众都来，我们就给他试一下，给外人试一下，到底好吃不好吃？好吃吗？干嘛讲？好吃，来，我们要骗人的，所以我觉得有值得啦，卖榴莲要值得。那如果你今天花了很多钱，你要去追人家摩价榴莲，不是被人家骂？所以我觉得啊，一盒39块。真的很便宜了。好，如果你现在 internet 点啊，如果现在你在网络还是 WhatsApp 的啊，8717-6060，而且我们是一盒送8块，一盒钱39块了，没有划算，你拿3盒免邮啊，免邮费啊，3盒免邮费。还有一个东西啊，我们 internet 不是整只啊，你现在我们送到你家不是整粒啊，是盒子的。你来现场买是整粒的，对不对？这样整粒拿回家的，就是这样整粒拿回家的。那你来现场买啊，是拿这个整粒回家。我们包吃包来回，不熟不甜，汉子吧，全部都可以换，好不好？都可以换啊，我们都换啊。因为这间公司我已经跟他联系，我跟他合作了4次了。失败了，我们的服务可以说是不好吃，包退回。
如果在 Internet 的朋友，在 Facebook 买的朋友，你觉得买的不好吃，你在太原怎么办？你们 PM 我，你们买了啊，我们送去货的时候啊，觉得茶淘吧啦，什么都不好吃啊，记住啊，你可以 PM 我，我们是包来回的。我们的服务是包来回的，所以你看可以看看现场我们的咖啡店，对不对？已经在排队了，现场的朋友。对，你看啊，非常谢谢大家，你看，谢谢大家，你看，这些都是什么车来的？没有，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对啊，我觉得，来，来，排队，排队，排队，来排场了。我有好多朋友讲。我不知道他就一个人。哎，猫山那个好嘞。个人不一样，个人，个人是不一样的。很救济的。啊，人好救济，是救济。一锅的饲料。你看，我们就现场给人家公众事，我们不要骗人的。哎，面子我做白了。那我觉得猫山王啊。哎。公斤这边卖多少？比外面便宜两块，我们卖30到38，到38。对，毛豆蛮高厚啊。这样你猜哪？没有这样。对，我觉得他们这毛豆蛮高厚。等啊，没有这样就不要拿了，滚动啊，很大的，好吃吗？每一粒都叫人家摘。一定的，一定的，哎，真的，每一粒。这是软珠骨鸡啊，没有？真的，真的，我就觉得。他们买，我们要这样给人家试一下，来穿一下。你要给人家试的人，我们的服务是一流的，不是给胡乱乱来的。猫山王，这个猫山王，来，可以。来，汇报，让我讲。来，你猜，这味道真的很浓，大哥来。哇，这味道真的很浓。来，我们今天来，你看来。所以我们都是给现场观众试的，好吃才买，不好吃就不要买。对，因为榴莲不便宜呢。五仁五七三啊，好，搞不得喽。五仁大牌五七三啊，如来过先来奶嘛，不用免邮费啦，马上五仁先来五七三，所以我们这边的今天就不用邮费，你来就拿了整粒拿，来这边不是这样啊。啊，这个是要送出去啊！这个是要送出去。我们刚刚网络订的人，是87176060，87176070啊，好不好？马上下单。如果无人的人、三八万的人，我们今天就可以送货了，非常感谢，非常。啊，七千汇报。七千啊。七千，该发现的对。啊，所以啊，我们这边可以马上试吃的哦。好吃才买哦，不好吃不要买。来，大哥来，你们穿一下，没有骗人的，没有人卖榴莲这样的，没有人卖榴莲，整粒榴莲拿去给人家试的。我们觉得，因为如果一个榴莲拿这样贵，有坦白讲，一粒我们说30多块，但是你觉得吃的不好啊，不是钱的问题，你要拿去丢掉，拿去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敢现场这样卖，就是这样。你要好的榴莲才可以现场这样卖。我觉得要给人家试一下。为什么呢？ Internet 如果在外上买的人啊，马上下单。如果无人宜顺，我们今天都送货。无人宜顺今天都送货。87176060，87176060到贵兰啊。王子也可以。哇，对啊，所以啊，王子定也可以啊，上网也是可以啊，上网了，我要看 food2go.sg/ 王雷，有没有知道 food food two go.sg/ 王雷 WANGLEI， 所以啊，还是你 WhatsApp 也可以。WhatsApp 会比较慢呐、啊、，WhatsApp 会比较慢，因为 WhatsApp 是另外一个人，好不好？WhatsApp 是87176060，87176060，谢谢你，你看有没有？来谢谢，你看有没有？来谢谢他们的，你看买鱼买到了买榴莲，对不对？买到飞机啊！买鱼买到买榴莲。
谢谢你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 supporter。榴莲可以放生吗？我们的可以。榴莲可以放生吗？放你妈的生还放生？笑了，早上也这样，晚上也这样，你们问的不会累了没？哎，可以外三啊是39块，德卡的就不一样，德卡这个是比较便宜，但是它还是很浓，它的味道没有比猫山王魔汤饭啊给我吃的，但是它便宜啦，一公斤只有22块，猫山王30块，如果你是一盒，姐，好。哦，那个牌子呢？德卡是吗？德卡是头几个？是啊。啊，德卡听哦，牛角之王。德卡，德卡就30块，便宜10块咯，便宜九块。如果要订 order 的人，我跟你讲，其实德卡也是 OK 的嘞，它一盒400根到430根，它的榴莲不会脆，对我就隆重救济哦。阿毛叫一下嘛，有明天。那红帽椒明天，但是德卡的不比猫山王浓。我讲真的，这个会比较没有那么薄，但是口感啊，这个德卡隆重就济哦，隆重就济哦。所以你要上网买的朋友，你的选择啦。这个是一盒30块，猫山王是39块。三盒以上免邮费，87176070。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你问林北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林北跟你讲，阿瓜的最好吃。对，你看啊，庄子，这家是苦的。这家啊，这家它没有这样苦，它就甜。一盒30块而已，我觉得如果给小孩啊，他们不吃苦的人啊，这个很好，这个真的很好。得，如果无论的人、宜顺的人，今天可以送花，我觉得现场买你就马上开了马上就可以买了，对不对？哎，你看，哎，马上开的，哎，你看，他自己选的，他你来这边可以自己选哦，你看啊。你看，如果不熟，我们包还了，因为人家买的，我们手不可以乱动嘛，对不对？人家不可以乱动，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选也可以，大家选也可以，因为什么呢？你选了不熟也可以还，也可以换，也可以兑换。如果太硬的肉也可以兑换，对不对？也不要问林北的，不要问林北的榴莲公的还是母的、啊，不要问林北的这个榴莲有几根刺啊？我跟你讲啊，在乌林北榴莲几根吃，林北一定。有人点了，医生带你上啊。可以。点了。哎，医生有人送吗？今天。医生。老板在有就有。来，医生。有没有包身子？等一下，我问一下医生的 ，confirm 一下，大家 confirm 一下。买不生，明天。啊，买不生啊？买不生明天。买不生明天了、啊，如果你是肾感的，我们 offer。有啊，宜顺的宜顺今天有的送，宜顺3包啊，不然都在今天上。但是你现在马上要 WhatsApp 啦，87176060，87176060，住在盛港的朋友，住在阿朱尼的朋友，每人送你一个榴莲壳。这样敏感做么？我讲盛港，你们也这样。我讲阿朱，你有错没？没有错啊！啊，抓住干！啊，你要同台是要现场买，可以现场买，要排队啊！哦，排队啊！对，来，可以。
现场现卖。副业的副业，在现场开的，你是蛮喜欢按的，你是比较水啊。马上开了，马上开了。马上开了，王中王啊！哎，哇，哎，我们还有王中王啊！后面的，我们还有王中王啊！哎，高三的，高三的，王中王我们有啊！我们在追回啊！好了，没有这样多货。哦，手里有，有王中王是在，如果吃了吃榴莲。网站定怎样付款？网上去你可以哎，下哎，小姐，网站。可乐，正来，来呀，可乐，来，扫荡。我正经过这边的 ，OK，、啊、我经过了。经过，你等很久了。好了，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现场买啊，你可以看，可以看。我给你看。讲话别拿下来了。好了，妹妹，不要给人家输，我不要给人家输，我怕，我真的很怕，我不要给人家输。我看到你现在，对，你来了，看好了。他现在那个波现在在吗？拿一个榴莲啊！现在我们吃榴莲了，是不是错了？拿出来，我看看讲话。所以啊，今天你们两个来干嘛？来吃，来吃，来吃面了。把恩来烧脚跨他。好嘞，来个我们家调料。来，榴莲来了哇！新鲜来呀，来呀。啊，来了来了。新鲜榴莲来了哇！来啊，来啊，来啊！哎，你好，这里啊。讲好话，快讲好话！我加不，我加不。那你跟你别讲好啊！我加不。跟你那跟你别讲好。吃完开讲。入口即化。我治疗可能三天都不要大便的。我在肚子里面留个三天。我才要留在肚子里面。哎，这个榴莲啊，是大家吃的这个德卡的啊，是今天最便宜的哦。便宜，一盒只有30块而已。啊，如果网络上买啊，如果现在现场买啊，一个就才22块而已。要买，可以买，要排队。排队，今天碰到你们了哦。好，等一下，等一下。啊，有很好，很好。这些都是看歌来的朋友。要排队啊！要排队啊！好了，来。警察叫我了，警察叫他了，快点跑，我们要哎，警察叫你看，不用紧，你们在那边一米吗？跟他讲，不用。你看一米，等一下警察来找他了，你看。来，要一米啊，要一米啊，要一米啊。哎，我说万米得了，万米得了，不要再登上了。万米得。还要米得啊。啊，要万米德，万米德，万米德，你的手短啊，还有两只手。万米德啊，万米德啊，丽莎，万米德，不然要上班了啊。警察叔叔要万米德啊 ，OK 啊。好了，你的手短了，你要两只手。万米德了，万米德了，不。我们要用脚才是万米德。丽莎，万米德啊，万米德啊。哎呦，这手不能哎，万米德了。来，一米。来，所以啊，人群太多。因为我第一次做户外，结果人群都警察都来，还在里面怎么打？真的来，87176000，好不好？安黑的，哎，德卡的，一盒30块，猫山王一盒39块，三盒以上免邮费 ，OK 啊？免邮费啊？所以现在马上下单，87176000，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月啊是最后一次卖榴莲了，榴莲已经没有了。如果你要吃好的榴莲，要等八月中了。我叫他应该是不会卖，应该是不会卖哈，对不？来，真的，榴莲是他的，他站在这边，他站在这边，我以为是在卖猪肉的。来，可以啊。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哦，榴莲这个礼拜吃完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在乌伦，你看讲。乌伦，你可以下来，可以下来，乌伦下来，大白573 ，dry 16，dry 16。所以我觉得啦，要吃好的榴莲就是今天而已，就是今天而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要吃更好的榴莲啦、啊，就要等下个月，下个月是第二季的，第二季的榴莲。所以这个第一季已经要完了，而且我们今天赶慢，因为我们是猫山王高山的，啊，你滚山的，我也是给山的，所以我今天老板说，哎，他还有一批好的榴莲，就叫我来合作。这个是我今天第一个 customer， 我跟你讲，买鱼买到这边，来送我眼镜，衣服都穿好了，衣服都穿好了，真的，你看有没有？有没有？啊，我要非常谢谢大家啦，啊，因为有的人来到现场也好，所以啊。要谢谢所有的朋友，如果现在还没有订的朋友可以马上下单8717-6060。今天我们榴莲哥卖一个卖的榴莲，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如果要买更好的榴莲，我觉得要下个月，要下个月，我觉得要下个月。所以你们现在要买的人可以马上下单，可以下单啊，8717-6060。还是你住乌伦的朋友可以来到现场。可以来到现场你就整理的、啊、拿整理的、啊、没有开盒子的、啊、你要整理拿都可以啊，随便你、哦、所以我们都包来吃包来回，所以呢 internet 买、啊、在 Facebook 买的朋友可以好不好，现在马上下单8717-6060，一盒39块，这卡是一盒30块啊，这个是卡的，它也是漂亮的、啊、你不要吃浓的，我觉得 OK，哎，我觉得还是 OK 的，我觉得还是 OK。哦，我觉得还是 OK。买猫山王跟德卡两种，德卡的是一盒30块，猫山王39块。好，一个，如果公斤的是猫山王一公斤30块，啊，德卡的是20块，啊，相差10块，但是它也是 OK， 这个也是 OK， 啊，好，谢谢你啊。排队，排队，开玩笑。啊，这个是德卡的，要德卡几个买？啊，你买德卡的，猫山王。啊？猫，我买三盒，是猫三盒。你是有差。那究竟，这德卡是德卡？好的，对吧？我没有讲电话。好不好？不要讲脚。对，我们哎，我没有讲电话，对不对？好玩啊！不可以了，不一样。你买猫的，没猫啊，没猫啊。请我们吃一盒，我们再买。对对。要排队。不会浪费。那还是我们给人家是，因为给人家分配这个都好，但是它不比那猫山王的味道够力。这咖没有，比较甜的、啊。啊，它比较甜，这个比较甜度。猫山王就整个分发。嗯散发出来都 OK 啊，但是它输猫山王那种多多了，我要输多哦，是，所以相差8块钱啦、啊，相差8块钱，我觉得，如果跟那有钱先压，看一下 Facebook 给 supporter， 那么住哪里？不到啊，不到都来啊。都来呀、啊！开玩笑啊！杨先生啊，杨先生，对，我等你回话嘛，对 ，OK。我觉得你看了、啊，所以啊，来到这边，你们订了没有？有没有人订了？今天外那个网站啊，一定要帮我 support 一下。今天目标500盒，500盒啊，好不好？500盒就好。包来回啊，包来回一盒39块，德卡的是30块，如果买3盒免邮费，3盒免邮费。来，这边靠啊，来，我行李往后，一箩来了了。你看，行李往后，好的榴莲不怕人家知道。猫山王啊，猫山王，猫来了，猫山王。所以啊，大家 support 一下。Hello，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来，所以。
所以啊，所以。哎，那么久啊，那么久啊，你在干嘛？有没有做直播做到警察来了？完了，露娘喽！你带来了是吧？可乐带来的，可乐带来的，包车来的，第一次啊，有没有怕做直播做干嘛大了？名不起可料啊，名不起可料。哦，有哦，哪里去了？你走，有有有，你在工作？哦，是马大哥吗？不，啊有有有，快点快点，来接啦！我唔敢去。哇，对啊。哇，对嘞哈。我是要排队这么多人，我就不买了。你那是要排队？对，要好的榴莲啊，你怕什么？因为这个是这个榴莲，这个月啊，这个月的榴莲啊是最后一次了。哦。你要等到第二季。哇，哭了，第二季要等下个月。哦，所以这个是榴莲哥啦，榴莲哥。榴莲哥，不是因为这个榴莲是高三的，高三都是雄会一批了，最后一批了。高三我讲。然后跌下来的就是。对，来。你看高三的好食，来，火腿就是伫高三，迄土脚的拢会使食啦，互较老的人食，敢那伊安尼。真的，真的。今天这榴莲高三，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个高三？来，有没有第三？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要不要放这个呢？哦，三弟，高三。三弟，无论五七三。这叫三弟高弟。高三。高地的高山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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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地方高地是啊，数最终数最终。对，为什么我们要叫强到高地高山猫山榴莲？因为猫山王里面每一季啊，如果三，你看得出这是什么吗？这个不是猫山王，这不是猫山王，不是，很重嘞。因为猫山王啊，我跟你讲啊，来，猫山王啊，因为猫山王啊，都是后面有一个 star 的嘛，对不对？这个没有 star 啊，这个没有 star 的啊，要认啊，对啊，啊。猫山王有一个沙的，啊，不一样的。Hello， 大家。Hello， 我的 Instagram。我的。我是想打广告。Hello， 大家好，我是阳光可乐。最近在家放蛮多的。好不好榴莲？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来，有没有？来，还有一个沙的，还有一个沙的，好，有一个沙的，这个就是猫山王的，所以不可以讲骗话了。这里没有。啊，有一个沙的。所以我们就是正宗猫山王，不怕这个老五的八行的，哦，就是正宗的。要喷我，你看。啊，亏掉没有？亏掉没有？亏掉没有？亏掉没？别做，亏掉没有？在。还死掉没有？还死掉了，做点精了，我跟你讲。所以要下单的人马上啊！有没有？这个就是开单的，你们要 complain 就是这个黑衣的，帮你们 complain 的，所以我们包来回。如果你今天啊订的人啊，一盒要付8块邮费，三盒以上免邮费啊，好不好？无论的今天送货，宜顺的今天送货，如果今天送不到就换明天，好不好？这一季是最后了，最后一季的榴莲了，你要是要等下个月了，八月中了，好不好？所以马上订单啊。8717607060 8760 6060八七啊，晚上，快来累到晚上。Food to go dot sg slash 王雷，那王雷啊啊 ，Food to go 啊，没事啊 ，slash 王雷啊 ，Food to go。.sg/ 王雷，上网订比较快了，比较快，所以我马上不用等回复，你 WhatsApp 要等回复啊 ，WhatsApp 的人要等回复啊，因为我们是人操作的，不要打电话啊，所以来，你们每次不是上一次 complain 榴莲啊，就是在处理，他本来怀孕的嘞，做你们的做到不掉。所以啊，我觉得 support 一下好不好 ？Hello， Happy， 对啊，我要跟大家讲啊，谢谢大家，要马上订单8717606060，这个榴莲是我卖最后一次的，应该是等下个月了，应该这个是榴莲最后一批的榴莲了，没有了，而且我们是高三的，
啊，不是下面啊，如果上到下面，现在榴莲会有一点茶头啊，鞠躬，鞠躬，超鞠躬礼啊，啊，那种如果现在买的猫山王超鞠躬礼，因为我们这个是高山的，比较没有超鞠躬，榴莲尾的很多超贡了，很多超贡，他们会熟，他们会香，但是你吃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超鞠躬礼，所以我觉得。大家要 support 一下，要多多的支持。所以啊，87176000啊，如果现在没有回复你，你等啊，等我们回复你啊，马上下单好不好？谢谢大家，拜拜。休了。